好像还得看弯弯的街头采访，并问李静蕾锤王力宏的事情，大家都妙语连珠，金句不断。你说比较有人承认？对啊，你敢做你就敢当，我比较在欣赏他。是提油救火了。那儿子面对，因为王力宏也是15岁了嘛，扣分，不应该叫他爸爸出来帮他，因为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他是妈宝爸爸。其实我觉得罗志祥的处理方式好像比较好，道歉 ，OK， 我就有承认。那现在王力宏好像越描越黑，会接受这个事情，当然去的吧，支持吧，因为我也是男生，我必须承认，男生有时候会蛮犯贱的。他现在火力全开。火力全开